主料豆腐少量，精肉100克，辅料盐、鸡精、料酒、生粉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一、将精肉切小块，剁碎，拌入生粉、料酒进行搅拌，装盘，在肉末上放上豆腐片。二、上蒸锅蒸，等蒸好后装盘。三、起油锅，放入青红辣椒粒爆炒，爆香后的青红辣椒粒放在豆腐上即可，油越少越好。青红辣椒粒只是装饰而已，油太多了就不清淡了，不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